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年了，经营一般都是钢水厂，卖的其实好的一般呢送给外地人的鸭舌、虾肝、虾皮。吃的人也很多。我叫陈庆来，那么过去呢我都是在当干部，部队的地方要艰苦奋斗。要养猪了，从现在开头算了大概16年左右，现在要240多斤了。我现在居住在意大利，我觉得温州近几年发展比较快，然后呢我看到温州最近很多地方都已经重新拆建了，然后建造的就规划之后比以前好了很多。在意大利有挺多的温州移民，移民比较多的有米兰啊、罗马呀和那不勒斯。